开箱，我们要开 iPhone 12 Pro Max 128G 来购。它的视角这边，我们把它往上，真香，好，撕掉了。来看一下，好，我先把它打开，感觉怎么有点沉呢？现在是没有到画面，我们先把它撕开。然后把它开机。手上都是指纹的。Hello，Hello，别看电视就满了。好了，你要解决吗？哟，走这么久你要结束了吗？让他跳完好了，他不会跳完，他会。